各位老铁，你们好，这是一款细眼的激光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边是大激光的出口，两边都有，然后中间是小激光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是散热的地方，然后后面这边是可以接控台，然后这边是调节，这边直接插电源，我们正常家用的话，直接插电源，用声控模式。或者这种模式就可以了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来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。旁边的话，这个红色和蓝色就是大激光了，它可以变换不同的图案的。看一下吧。